酷，炸炸炸炸炸，落水咬啊！现在退潮，开始游，哎，又中。Hello， 小妹仔，又见面了，排水又脱干了哦，以后不要叫我什么排水沟之王，叫我欧富坚好了。啊，那如果在 YouTube 上面太久没看到我，想我怎么办？我这边有创个 FB 社团叫偷跑不揪，大家可以加入一下，可以这边分享一下钓法钓。那如果自己有钓到鱼的话，也会 po 几张照片 po 上去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主要还是让大家知道说，我还活着，我还有在呼吸，我还有在钓鱼。好，那今天主要是马家，马家在东北季风来的时候，在东北角一带啊，基隆啊、宜兰其实都有机会钓到它。好，想当年我在乌石港一字梯那边拼了一年，还没钓到过。哦，这个马子真的不好追啊！好，那记得到钓种鱼其实不稀奇哦，稀奇的是竟然在我们桃园的永安渔港钓到，而且不是一只，是一整群。那个盛况大概持续了一两个礼拜有。好，还有这一波我有跟到。那永安跟竹渔港被我们戏称桃园国际龟港啊。好，那今天就用这支影片慢慢平反一下。戏棚站久了，总是会有一片天的。出发喽！给鸡鸭这么少，你等下少一个东西跟我要，我都跟你收1000块。练财了，钓鱼之前总是会觉得今天会爆桶，但实际钓下来都会发现这是一场梦。哦，从那个 wind group 上面看，今天的浪有2米多，然后风速会12-13节吧，还算可以钓。哇，没人呢，今天我们两个加那个大哥包场。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在炸，40克铁板配 BB 钩，到你命3000钓组。现在要沉底好了，做个全永成收取，但我知道他都咬水表，总有一些肉网子鱼在底下。摇背，够到菜爆哦！中，中，掉，落水咬啦！对啊。早餐有咯，落水咬嘞，这个叫缘分啊，刚好丢到他面前了，有了有了，呼呼呼，小啊，好小啊，真的会吃呢，小只的马家，漂亮漂亮，拼啊！哎呦，前面啊，前面呢、欸，掉掉，哎呀，舒爽啊！连杆呐，那边那个啊，45度角，黄金角度，快，舒服，落水啊！哎呦，漂亮！一咬就咬到腮，所以可能都要带回家吃了。你说嘛？再说一次。你说我在一竿入魂，你就要喝一口海水，是不是？哪有什么问题？你第一竿直接给它沉到底没有关系，那边不会挂。可是没有到很深，顶多5米吧那边。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山上优雅。长相问题啊！这是有粗哦，这是有粗哦，这是有体型，这是有体型，这是应该40-50有。哇、哦，有点难拉、啊，不在路啊，走啊！对啊，哦对啊，我觉得我是8道哎、欸，8道难怪阻力那么大、啊，他应该是来乱撞。在靠他的天灵盖，他应该是来撞的，这个没撞到。看起来哦，第三只喽，这次可以放生。拜拜。会了会了。
没有刮到腮，刚两只打到腮。这中了，中了，哎，中了，中了，呼，中了，呼呼呼，没有龟就好，我中，没有打龟，没关系，中鱼了，啊。OK 了 ，OK 了，可以去上班了。屁蛋了，刚才就掉一只。今天多的要放吗？我就不用了。啊，你就这样直接浪吧。然后他去吃那只小鱼啊。现在下午场，哇，早上钓三只，但潮水一过就不咬了，真的潮水没咬蛮重的。张威要开壶了。哎，我有开壶啊。你的小屁不算呢。可以啊。现在给你二次机会，要来搞。暗泡鱼就是这样，趁时间到的时候赶快钓，不然时间一过就整个没了。有鱼群来了，在前面出来，走，哎，跑了，哦，炸炸炸炸炸，钓。有中鱼喽！回来吧，马家，碎了！哎咻，没干，钓啊，碎啊！哦，不错呢，蛮有力的。现在退潮才靠到前面来，刚刚顺着耳鱼丢是蛮正确的选择，都躲在下面。可是现在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现在退潮，开始起流，哎，又中！等一下再讲，又中，舒服哦！啊，掉了，掉了 ，lucky 啊！哎，哎呀，有哦，有货哦，加头青鸟，找到你了。掉掉，哎呀，掉！碎！呜呼！哦，漂亮，又一只，终于拔到马子了。也还不错，水很轻哦。哇，这边这时候玩铁板最好的时候。又中喽！冷冷的天，喝一个味噌汤最暖了。哦，烫！哟，咸度刚好。这一餐呢，我打算就把豆腐当成主食了。我刚不小心把整个豆腐直接砰加下去，哇！我真的是守成。来吃一口嫩豆腐。嗯，好嫩。嗯，再来吃一口鱼。哦，也很嫩。我本来以为这种小马家会比较干，欸，没想到煮汤还蛮适合的。因为通常我们吃土托啊或者吃马家都是等到真正东北季风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油脂比较多，吃起来比较爽。没想到这个煮汤是真的蛮适合的，而且味噌汤搭配这个鱼肉，哦，整个肉吃起来就是很干，不是那个干，是那个干。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，我怎么钓这些小马家来吃？哦，其实是因为这些马家可能太小只，还是涉世未深，怎样？在他们啄钩的时候，常常是打到鳃。哦，这种放回去基本上也不会活了，所以我想说，那就不要浪费，我就把它煮来吃。不然，其实这一集我本来没有想要拍料理。
卫生上对我这种不会料理的人来说，怎么煮也都不会难吃到哪里去。来，鱼肉搭配的豆腐一起吃。哇，一入口两种享受，左边是扎实的，右边是软嫩的。